现在是12:20，那个抽风机声音太快。对。然后呢，今天呢就是教大家做意大利面。其实我自己也很少做这个面，但是然后现在的材料就是要一个番茄，一个洋葱，然后肉末，还有就是意大利面，还有一些调料。中午好的，中午好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意大利面吧。好。那么做意大利面其实很简单，大家先把番茄和洋葱切成丁。切番茄呢，因为它是晃的，所以先切一片，然后把它沥住。切片了。哇，王老师刀工可以的。太久没做。很专业，很专业。在家经常做饭吗？对，在家一般都是爸妈做，然后我就光吃就好。其实会有时间会给爸妈做饭的。有时间会做，自己也挺想做，做着自己做自己吃，其实挺好玩的。嗯。以后会想当个大厨吗？有机会可以投资个副业，尝试一下。投资一个副业。嗯，哇，这拼好快。哦，有人问你午休没？午休现在还没到午休时间呢。待会儿给大家直播完之后呢，还要去做一件很神秘的事情，也不是特别神秘，大家之后就会知道。他们说你又变帅了。没有。这个帅这个问题困扰了你很多年是吧？够了吧你？一个番茄。有强迫症吗？都切完吗？你会？不用切完，我觉得随便挨着番茄就好。然后把切的番茄装盘。接下来就是切洋葱，然后这个洋葱比较放手，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来。哇，刀工可以，这是专业级别的。还会做其他什么拿手菜吗？没有，我平常其实做就是家常菜比较多。最拿手的是吗？最拿手的，菜手的番茄炒蛋。这是个硬菜，很多人都不会。比如说我就不会，因为我会把鸡蛋或者是西红柿炒。会炒融的。好，大家这个要切成。要不要多碎？要，就是要切成丁，先把它就是切成片嘛，然后就切成丁剁碎。哇，我眼睛已经流泪了。感动的是吧？做完这碗面，你就想送给谁吃？对，要不送给你吃吧。啊，你想这碗敢吃吗？嗯，可以尝试一下。这是在享受吗？有什么？人家都看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切洋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嗯。洋葱是手上面这个洋葱会不会渗进去？对，我是用纸的。洗一下手吧。好。
那个切完了。听说做会做饭的男人都很帅的。没有。好，那这个洋葱切成丁就好，就大家随便看看粗略的看一下。现在好几百万人同时看你做面条。哎，大家会不会做意大利面？你们有没有人会做意大利面？下一步呢，就把面放进锅里煮十分钟。煮十分钟了，大哥。那个大概看一下就好了，就是。好。这锅是有点小的感觉。会不会放多了？有点。还好吧。应该正常。感觉锅挺小。对。它太软的话就下去了。把火开大一点，就会快一些。干呀！那吃饭没有？吃饭没有？这估计就算吃了，也是看不见，因为太快了。没有。其实这个时间段直播其实挺害人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大家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吃饭对，然后要看直播就对，关键是好，然后就把面放进去之后呢，就等十分钟，这十分钟我们可以把剩下的配料给弄好，就把肉给它炒了，肉酱。那么这边是因为拿水也倒掉。看到水都是水的，好多烟啊！拿出来。你关着关着是你的，其实没点着。OK， 好。但是厨房挺简陋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把面放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去煮炒一下番茄啊什么的，炒番茄，然后洋葱还有肉末一起来那个做一个肉酱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做肉酱了。好，然后把锅里的水给它烧，就把它就给它蒸发掉，它没有水就不会站出来。你那桌上放生姜吗？放生姜。其实我有的人像一般重庆人都会喜欢吃姜嘛。还好，我觉得重庆人吃姜吃的还不错。对，把这个油烧热。烧进这个油就大概就是把它烧热一点，然后就可以放酱油炒。然后
说你刀工特别好。没有，我太久没做饭。然后洋葱切的特别细，然后番茄然后切的特别整齐。什么呀？那切菜小就小心手。小心手。你刀工特别好，不需要担心。大家看嘴的味道，放酱油，喜欢盐一点的就放多一点，闻到香味了。大家吃饭没有？看不到啊。这里一块到。前面有空吗？嗯。问孩子训练。
去米兰要待几天？就是去米兰好像就待两天吧。OK， 对，就是准备好要出去怎么玩了吗？怎么玩啊？我觉得就大概出去工作一下，有时间可以出去逛一下。嗯，对，希望有时间可以逛一下。嗯，之前了解过就是米兰时装周，然后有特别想关注的点吗？有看过。看过。对对对。就是其实每年它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主题跟特色，然后今年会特别想去看什么样类型的。嗯，这个意大利酱，意大利面酱要往里倒一点。是倒一点，但是还是要倒。好，这属于爸爸。哎，是做饭特别累。做饭其实不累，还挺享受的吧？吃的时候享受。嗯，因为平时自己忙也没有时间来，就是闲下来就是给家里人做个饭。我之后有因为上大学的时候，可能爸妈来北京，可能就会给他们做饭吃。OK， 那应该一家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。就平时就是，就每个人生的经历不一样的。就是、那当然。对。嗯，就是接下来有什么工作安排吗？接下来就是要四周年。四周年。对。然后四周年大家。准备惊喜了吗？惊喜，我觉得也有惊喜。希望能够带来一个惊喜。对。惊喜一般都会在现场给大家放出来。对，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，才能知道惊喜是什么。对。保留一点悬念。对对对。今年跟往年会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就是展现吧。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今年什么样。大家就是还没培训呢，没开始。就是。但据我了解，哈，今年应该会比往年会做的会酷炫很多。是吗？那我还不太清楚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。好玩。好玩的。准备。什么时候三人合体？就是在四周年的时候。他们说你太帅了。帅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很多年了。刚才计时没有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其实面应该已经好了。面好了吗？对，只是看那个汤底了。挺硬的，挺好的。感觉挺硬的，有一点硬。那还要？来煮一下吧。那还帅一点。这个挺香的。我们已经播了20分钟了。对，是20分钟。啊，有粉丝问什么要拍偶像剧？大家天天都是偶像，不需要拍啊。那个偶像真剧啊，那个我们的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偶像剧。这个水会不会太多了呀？应该可以吧，里面的后面没关系，因为煮一会儿就会干掉一些。是吗？这个。
帮我看一下时间啊。咱们应该是不是到23、24的时候就差不多？啊。23、24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把面捞起来了。看那么，帅还会做饭。有18岁的心。嗯。18岁的愿望。18岁的愿望，18岁就想好好上学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也想学点东西，这样。是不是去闽南准备秀一下自己的英语了？没有。不要谦虚。周几啊？周三。啊，今天周三的。周三啊，哎，今天是不是中考？中考结束了吧？好像。结束今天。昨天吧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14号结束了。对，结束了，中考结束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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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面好了，然后就把面给盛出来。这还是硬的。哦，不是硬。筷子不好用是吧？这放的有点多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就全部捞出来嘛，是吧？好，可以。做饭会比较注重摆盘吗？不注重，一点都不注重。就很随意了，是吧？把那个酱放这个盘子吗 ？OK。就把这个盘子洗，咱们洗一下呗。洗完之后把酱放里面。面蒸两份。嗯，好期待。看这个番茄酱挺棒的，但感觉还挺香的。嗯，其实差不多了。嗯。
茄肉酱意大利面就能做好了。嗯，看一下，你去。就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。这样应该就算大功告成了。要试吃吗？好，试试。怎么样？不错。还是可以吃的。这味道很赞的。你要吃一个。一会儿吃。你要吃一个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意大利面就做成功了，大家呢就可以去吃饭啦，去午休啦，顺便呢也可以期待一下我的米兰时装周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拜拜。十七号晚上的时候8点还可以在米兰跟大家直播，对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，那么大家就再见啦，拜拜。